咧，自迄阵到即马，唔敢插政治的脸谱，咱失去的是用台湾人的目睭看历史的观念，咱失去的是用家己的语言表达咱思想意见的观念，咱失去的是繁华进步、互相信任、人人开花的社会。即摆日日八点空，办伫世界无语日，以拆除维权，去做新国家做核心，由现任台大台语文社社长林如行起草宣言，以伊的母语台语来写出咱这个世代的倾角，点出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社会造成偌深的伤害，咱毋若失去足侪足侪勇敢的台湾人的性命，咱的语言。咱的历史、咱的记忆、咱的魂魄，嘛拢互断去。即摆行动宣言要强调，一定爱彻底清算中国国民党甲相关势力，包括三独以及市民维权上顶的预算，像中正庙、朱湖联庆等等，安尼台湾社会才通甲真相看好清楚。正式来认识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即个中国体制，必须来。